要把钥匙扣起来，怎么样？哥哥姐姐是阿姨们，把钥匙扣起来。你们知不知道我们阿全墨家的什么才是福利啊？这个吴天马拍得到的就有，拍不到的就没有了，没有了啊！要的把钥匙扣起来，福利把钥匙扣起来。来，都知道什么？来，没有关注阿强和阿全墨的，关注一下，点一下关注，加一下粉丝灯牌。好，感谢大家，不要送礼物，不要送信息啊！要的把钥匙扣起来，要的把钥匙扣起来。好吧，来，谢谢。那么多人要福利是吧？要吧，好。要给他们。把福利给他们，让他们看看。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隔着屏幕都闻得到香味了，哥姐是啥吗？哇，很香啊。小香菇，来，小香菇是吧？这个小香菇是干货，是晒干的，是晒干的干货。小香菇，对，真牛，真牛，真的很牛。咱们都认识小香菇，小香菇。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今天废话不多说，直接给大家炸啊！来，把小姨飘起来，要福利的，把小姨飘起来。平时这个干的小香菇，这个是山上老百姓他们自己找的啊，他们自己找的。你们在外面大棚里面买的不是这种啊，这种是山上的啊。来，把一字飘起来，直接给大家炸。平时69是给半斤的啊，今天这是干货啊，干的菌类小香菇，而且是山上找来的，69半斤，之前上的是半斤，今天做福利，今天我开心啊，什么直接69。一斤500克，好不好？一斤五百克啊！来，直接69，一斤500克。我数五个数，自己拼手速拼网速去抢啊！这个东西，因为它是干的菌类，你们都知道菌类是不压秤的，对不对？对不对？阿军们，来，准备好手速，准备好网速没有？准备好的直接去抢啊！我数五个数，5、4、3、2、1，好，自己去抢啊！小香菇，自己去抢。对，哥姐叔叔阿姨们，69一斤的小香菇已经给你们上车了哈，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需要的哥姐叔叔阿姨们自己去带。平时家里面喜欢做饭、喜欢煲汤的，对不对？家里面有孙子、孙女、儿子、女儿那些正在就是还小，对不对？要追着喂饭的，天天哄着喂饭的，或者平时你们不太想吃饭的，没有胃口的，哥姐叔叔阿姨们拿这个回去炖鸡呀，拿这个回去熬粥吃都是非常好的。小香菇，你们平时在外面买的是比这个大的，都还要很贵，是不是？而且是没有晒干的，哥姐叔叔阿姨们是不是？来，今天拍到了回来打拍了，拍到了回来今天打拍了。对的，一斤它就有一大包，因为这是晒干了的哈，哥姐叔叔阿姨们。一斤啊，这个小香菇，这个菌类是干的啊。煲汤这些是很好吃的啊。马来西亚可以拍了，打拍了，马来西亚发不了，这个超出拍出范围了、哦、拍了的打拍了，一个人限制一单啊，不要拍多啊，有需要的就拍，没有需要的就别拍啊，不要虽然货是好，大家也不要以为，不要一致的因为货好就去多买多囤，那是不好的，理智一点好不好。我的直播名是阿曲墨呀，然后阿强哥的直播名是阿强农村行，其余的通通都是骗子，通通都是假冒我们的，我们卖什么他们就卖什么，然后他们端出不好的东西给你们，他们在录我们的皮给你们卖嘛，然后他们给你们发假的东西，给你们发不好的东西，在我们两个直播间给你们的都是正宗的真真正正的东西啊，哥姐叔叔阿姨们。来，拍了的了，拍了，我再数五个数就下掉了啊，这个不能给大家太多了，到时候真的没有这么多东西给大家啊、来，我数个数就下了啊，5、4、3。他们正在弄我们的皮呢，你们千万不要去拍啊！来，哥姐叔叔阿姨们，这个是小香菇，现在已经只有两单了，这最后两单，你们谁抢到就是谁的哈，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可以多囤一点，因为它可以放很久，这是晒干了的嘛，它可以放很久，知道不？它不像说你们在街上买的那种大大的，它的营养价值可能这两三个就比那街上你们买的那些一斤的营养价值大了，真的，你们的家里面的孙子孙女，我也有儿子嘛，对不对？天天追着孩子喂饭是一件特别恼火的事情，真的。好，可以放很久的哈，可以放很久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来带得到的就有。昨天买了还未收到哈，昨天买的没有那么快收到哈，各位叔叔阿姨们要3到5天，你们呢就是耐心的等待几天可以吗哈？纯真纯正的，你们截个图，如果你们拿回家哈，是你们说的，不是说我不像我们说的正宗，不喜欢不满意，
7天之内都是可以给我们拿回来的。来，这样子吧，全部的直播间的各个姐姐叔叔们，直播间的啊，阿群猫现在此时此刻阿群猫手上的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的截图收到货就是什么样子的啊。对，来，如果你们收的话不是我们手上的，那可能就是买到货，买到其他直播间里面买到的假的话了，直接给他退回去。来，三个数我们就下掉了啊，我数三个数就下掉了啊。谢谢送来的小星星哈，谢谢哈。拍了的打已拍，什么时候有天麻？天麻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是收多少卖多少，收得到的就有，收不到的就没有的。各位叔叔们，这个小香菇它里面是这样子的，来，看到没有？各位叔叔们，真的很香，很香，很香。对，你们也可以拿回去，哎，平时你们爱做饭的包包子，你们会做饭的知道怎么做，怎么吃。三二一，没有了啊，没有了，没有了。拍了，好的，好的，好的。拍得到的就有，拍不到的就没有了哈。真的，这个小香菇，你们拍一斤回去就能吃很久，就能吃很久。蒲公英没有啊，蒲公英我们没有卖，蒲公英没有啊，蒲公英没有卖。来，大家全屏给阿群猫打两个字好不好？加油好不好？因为看到阿群猫有这么大的进步，哦，真的非常的欣慰。给他打个字，加油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所有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对阿群猫的认可，没有你们就没有阿群猫，没有阿强哥就没有阿群猫，真的，你们现在也不认识阿群猫，对不对？我也不认识你们，我更不会有这份自信。说实话，真的是你们给予了我真的很大很大的信心，一直在鼓励，一直在支持，也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对阿群哥的认可。小妈打电话给我了，啊，小妈打电话给我了。你去接一下，要不要接啊？直播间各个姐姐们，小妈打电话给我了，要不要接啊？大家看一下，要不要接啊？要不要接啊？你先给大家卖一下那个，他们想要那个。他打电话给你干嘛呀？我去接一下，好，对，我去接一下，好不好？他说等让我等他电话的，我到那边去接一下，你们先把那个给他们分享一下，先把那个分享一下。好。喂，阿姨。什么呀？不接不接，他为什么要小猫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呀？哥姐叔叔阿姨吗？听得到吗，阿姨？来，哥姐叔叔阿姨吗？阿强哥去接电话去了，他说让我把这个分享给你们一下，因为阿强哥他就是怎么说呢？他看到我们这边大山里面有这么好的东西，他一直说，直播间很多哥姐叔叔阿姨们都是一直在支持我们的。他就想要把我们大山里面的好的东西分享给你们。来，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认识阿群猫手上的这个的？有没有认识的？认识的我们可以在公屏上面扣一波字出来。认识这个的我们可以在公屏上面扣一波字出来。他去哪里了？他去接电话去了，我们等一下看他是有什么意思哈。这个有没有认识的哥姐姐们？这个东西啊，阿群猫给你们讲一下哈，这个东西它叫丹参，它叫丹参，它里面的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晒干了的哈，这是从地里面挖出来的，看到没有？它里面是这样子的，它不是树，它是一种，就是一种那种草一样，一种，哎呀，我现在没有那个，你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为什么呢？直播间里面的姐姐们、女生们扣一，我看看有多少女生，直播间的姐姐、女生们扣一，我看看有多少。啊，各位叔叔们，为什么我说有多少女生？因为女生我们每个月都会来一个朋友，对不对？就是女生的小秘密嘛，女生的那个好朋友来那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时候觉得经常觉得啊，这里痛得很，有些甚至痛的真的就跟生孩子一样的那种，痛，肚子痛，是不是？各位叔叔们，真的啊，这个我们就拿来，女生姐姐们拿来煮水喝，知道不？煮水喝非常非常的好，煮15到20颗去喝，然后我们也可以拿来泡水喝。阿群猫说话有点说不好，那哥姐叔叔们理解一下，哥姐叔叔们理解一下。然后这个你们也可以拿回去煲汤喝，也可以拿回去泡水喝，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哈，哥姐叔叔们。有没有想要这个的呀？有人在视频里诋毁你们，没有，没事的，没事的。对不对？我们做好自己就可以了，行得正坐得端，做好自己就可以了。肯定会有一些就是不怀好意的人会去诋毁，会有人说你好，也会有人说你不好，对不对？做不到人人喜欢，做不到人人满意的，但是我们做到问心无愧嘛，是不是？哥姐叔叔们，一次煮水喝，煮15到20颗哈。来，直播间的哥姐叔叔们，有没有想要的？想要的哥姐叔叔们，公屏上面打个幺字，我统计一下有多少人想要的，阿群猫就给你们上多少单哈。这个是单身哈，哥姐叔叔阿姨们，这个是单身，其他的通通都是假的，哥姐叔叔们，大约煮几根，一根，大约煮一根就可以了哈，哥姐叔叔阿姨们，
这样子啊，直播间的各位姐帅们，我看到有五个人飘一号，是不是？那我就只上五单，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别人在你们去外面去买是200块钱一斤，这是正宗的哈，我说是正宗的，而不是那种种植的。正宗的东西你们去外面去买要200块钱一斤。今天我们直播间，直接50块钱半斤，是不是？50块钱半斤过后，你们要出一点包装费，因为50块钱是本钱，你们要出包装费、快递费50七。阿曲墨，让阿曲墨挣2块钱来养家糊口，可以吗？我就直接59半斤包邮到家给你们哥姐叔叔阿姨们。我看到10个人飘了药字，那就上10单哈。来，哥姐叔叔阿姨们，准备好手速，你们磕了药的自己去抢，上10单哈。来，5、4、3、2、1，来，可以啦，哥姐叔叔阿姨们。哦，网络有点延迟哈，哥姐叔叔阿姨们，单身59半斤已经给你们上去了，但是网络有点延迟哈。可以啦，可以说对阿曲墨的小店和阿曲墨小店这两个店都是我的，其他的其余的希望你们就那啥哈，哥姐叔叔阿姨们就不要去那啥了哈。对，不知道单身它有什么作用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上面。啊，已经给你们上车了，哥姐姐们，来，你们截个图吧。为什么？这是给你们的保障，59半斤，一斤是118了。你们想要一斤的，可以反复的去拍2单啊，认准这个账号啊，哥姐叔叔阿姨们哈。因为公屏上面有太多人在打字了，然后我读的字又有点少，所以我有点看不过来哈，哥姐叔叔阿姨们啊，全部单号不是我的哈。这个拿来煮水喝特别好，是的，哥姐叔叔们，这个拿来煮水喝，特别是姐姐们，你们拿去煮水喝，拿去泡酒喝，拿去煲汤喝，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来，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哈，哥姐叔叔们，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自己拼手速去拍，自己拼网速去拍，我只给你们上了一点点，上的带得到的就有，带不到的就没有，因为收多少卖多少的，哥姐叔叔们，你们可以截个图啊，截图哈，可以解说一下吗？可以的，可以的，但是我现在在手上拿的是这个，所以不能跟你解说那个哈，不然这样子就乱了，知道不哈？豹子粉怎么买的？豹子粉现在没有，看得到吗？这里面的品质是这样子的，啊，而且它是有一股真正的，很香的，很纯正的、纯天然的那种大山里面的大自然的味道哈。我有账号，我的账号是啊，曲墨呀哈，各位姐叔叔们。阿门啊，你们可以去举报一下啊，曲墨大号那个名字的哥姐帅们啊，看到没有，他是这样子的哈，哥姐姐们，他是这样子的哈，又有人在录播，你们去举报一下，哥姐姐们去举报一下。我们除了阿强农村行这个账号，现在此时此刻除了阿强农村行这个账号以外，其他的你们去给他举报一下哥姐姐们，因为真的其实对不对，没事录播也没事，但是他们过分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的这些铁粉们，利用我的这些朋友们给你们不好的东西，那这就过分了，知道不？他那边报价69，他这样子就过分了，哥姐叔叔们哈，那不是大号哈，那不是大号，那是骗子啊，哥姐姐们，来，已经给你们上车了，59半斤的单身哈，哥姐叔叔们，自己拼手速去带，带得到就有，带不到就没有了哈。都要吃饭呀，对呀，都要吃饭，但是利用别人去卖别人，以别人的名义去卖假的东西，去卖不好的东西，这样子就不可以了呀，是不是？这样子就不可以了哈。现在已经只有2单了，哥姐叔叔们，59半斤的单身，现在已经只有2单了，这2单你们带得到就有，带不到就没了哈。我拍了半斤，好的，你们截个图哈，看到什么样子的，收到什么样子的，什么彩礼呀，哥姐叔叔们，什么彩礼不彩礼的呀？阿强哥去接电话去了，我不知道。我来了，小孩能吃吗？我们可以拿来煲汤一起吃的。大家看到我这个笑容没有？看到了。看到了吗？为什么笑呀？没有，你先讲嘛，你先讲，我待会跟你说。现在只有一单了哈，哥姐叔叔阿姨们哈，现在只有一单了，已拍半斤，开心，好的。刚刚阿姨给我打了电话了。怎么给你打电话干嘛呀？是叔叔接的。啊，是叔叔打的。阿爸给你打电话了。对，你爸爸打的。他说什么呀？来，这个没有了是吧？只有一单了。哎，怎么吃？怎么吃？煮水喝，泡酒喝，哥姐帅们煲汤喝，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哈。相信阿曲墨，相信阿强的，直接去拍就对了。这个值得拥有的。单身啊，单身。
直接去拍就对了啊，数三个数就没了，三二一，没有了啊。好，快说什么呀？他们说，我要给大家说了，你们想不想听？其他的都是冒充。阿强有什么好事？你们想不想听？你们猜一下。想啊，快说。什么呀？哥姐姐出来吗？什么呀？嘿嘿。啊，好吧，这个放下嘛，你放下，我给大家说一下。嗯，你说你的，我抱着我的，我听一下，不然我手上抱着东西我才踏实。叔叔说，叔叔说，阿姨，叔叔说，阿姨，阿姨说的，应该今天下午会给我打电话吧？他现在又给阿姨在说，刚刚说了一下，他问我，就说能不能加，就是。怎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阿姨刚刚给我打电话，她说，能不能加一点？能不能加一点？八太少了，能不能加到十二？加不了，能不能十二？然后，就是她跟阿姨吵了一架，你别听吧，你别听。你在说什么吗？你别听。什么八十的？你过去，你别听。什么？你别听，你去看一下你表哥做饭没有？好不好？不是，因为昨天说了嘛，啊，那个事情说的，不是八万，不是八啊，不是八，不是，就是说咳咳他给我打电话，他问我，他说阿群墨在是不是在亲戚家？他问我阿群墨是不是在亲戚家？他到时候要让阿群墨，就是阿群墨的爸爸嘛，阿群墨的爸爸要跟小妈商量好，知道阿群墨爸爸现在在处理这个事情，他爸爸是很开明的，很明事理的，知道没有？他是很明事理的，然后就刚刚他用阿姨的电话给我打的嘛，他爸爸是没有电话的，就用阿姨的电话给我打的，打过来，我问他，是不是 OK 了，是不是成功了？他说差不多啊，他说到时候我们过去商量一下，要过去商量一下，还要给其他人商量一下，反正希望是挺大的，我再次的走近了一步。小妈再多也不够的，是不是啊？再多也不够的吗？不会吧？是不是再多都不够的？对不对？又迈进了一步，真的又迈进了一步，期待佳音吧，真的，我觉得挺开心的。不能加了，是不是？你们觉得能不能加？不能加了吗？能加了打个能加，不能加了打个不能，不要再加了是吧？无底洞是吧？他不是吧？应该不是吧？八可以了是吧？不能加了是吧？不加了是吧？来，直播间的有没有新进来的？有新进来的扣一。新进来的不能是吧？那么多人说不能，有没有新进阿强直播间的？有的扣一，新进直播间的扣一，因为很多粉丝嘛，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都不知道阿强在说啥，是吧？都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可能私奔？你这话说的，真的，我们都是成年人，大家都有责任的，就不能去玩那些小孩子的游戏，好不好？是吧？新进直播间的那么多人新进的吗？哇，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因为没有点关注，没有给阿强点关注的，给阿强点一下关注好不好？没加入粉丝灯牌的，花一毛钱加入一个粉丝灯牌，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阿强又迈进了一步，昨天迈进了一大步，今天迈进了一小步啊！我不知道到时候，你们觉得这个事情要不要先给阿强说？要不要先给阿群墨说呀？感谢大家的粉丝灯牌啊，感谢张姐，感谢四爷的粉丝灯牌，谢谢你们，不用刷礼物，加个粉丝灯牌花一个米就行了，谢谢加入粉丝灯牌，谢谢。你们觉得要不要给阿群墨讲呀？要讲吗？我觉得也不要给阿群墨讲吧，是吧？等这个事情。等这个事情，小妈的事情和叔叔这边说好了，再给阿群墨去讲，对不对？
再给阿全猫去讲，才知道要不要给阿全猫，说啊，是不是？要不然都会很乱的，是吧？感谢大家的粉丝灯牌，谢谢，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真的太感谢大家的粉丝灯牌了。对，不要刷礼物，不要刷礼物，加个粉丝灯牌就是对阿强阿全猫最大的支持，啊，加8000是吧？8.8是吧？这个数字好，8.86，8.86，8.89。8.89好不好？这个数字好。对，要讲吗？讲的打个讲，不讲的打个不讲。不讲，对，因为讲了我也觉得不讲，因为讲了阿群猫的压力会很大的，是不是？对吗？对不对？讲给阿群猫讲了，阿群猫的压力会很大啊。讲吗？那么多人说要讲吗？不讲也行，对吧？到时候再讲是吧？等那边等小猫那里有结果了再讲，对不对？对不对？对吧？不讲，讲个数字，可以加到12。对啊，能够用这个解决的都不是事情，是吧？要讲的是吧？9999，886不好是不是？拜拜了，那就不好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谐音是吧？那行，那行，那就先不给阿群猫讲是吧？那就先不给阿群猫讲，然后等到阿姨那边给到阿强打电话了，给阿强有个结果了，我们再去讲是吧？好不好？你们愿不？你们支不支持阿强？支持打个支持，觉得阿强做的对的打个对，觉得阿强说的对的打个对。行，可以支持是吧？哇，感谢大家送来的粉丝灯牌啊！感谢大家送来的粉丝灯牌。大家没有关注阿强的，给阿强点个关注啊！对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哎，阿强，饭做好了吗？还没有。啊？还没做好。还没做好。啊，在做了。在做了。嗯，你这在聊什么呀？没有聊什么，大家不要给阿强讲啊，大家答应过阿强的啊。你们之间现在都有小秘密了是不是？你们之间现在都有秘密了吗？直播间的哥姐叔叔们，支持支持支持，谢谢你们的支持哈。我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小秘密，我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小秘密，但是还是谢谢你们的支持哈。谢谢加入粉丝团，谢谢送来的灯牌，谢谢谢谢，感谢所有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欢迎来到直播间哈，欢迎你们进来的哥姐叔叔阿姨们，我们没有点关注的点个关注，然后加个粉丝团可以吗？谢谢所有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哈。给8000给谁呀？拿8000给谁呀？那个九九长长九九是什么意思呀？彩礼，什么彩礼呀？我们这边要相亲了才谈彩礼，谁？你们在谈谁的彩礼呀？你们在谈谁的彩礼呀？赶紧说出来嘛！我们没有要结婚呀，没有要结婚呀。有那个网，那个蜘蛛网。我们没有，我没有要结婚呀，我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结婚呀，哥姐帅吗？什么呀？我没有要结婚，哪里来的彩礼？不要说，因为是，因为他们说我要结婚了，我都没有去相亲。我没有，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误会了？是不是因为前两天我说，小妈要带我去相亲，你们就以为我去相亲了，谈彩礼了，是不是？你们不要把阿强哥带偏了，阿强哥，我没有去相亲，我们没有谈彩礼。我知道，你们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这个还没给阿群们讲，大家不要讲了，好不好？好不好？答应阿强，答应阿强，不要讲了，来。来，全屏打支持，全屏打支持，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你不要误会啊，强哥，我没有去相亲。我知道。小猫叫我去相亲，我没有去，然后我们也没有谈彩礼。我知道，来全屏打支持，全屏打支持，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待会儿越讲越乱，不要讲了。你们答应过阿强的呀，好不好？支持好不好？支持打起来，各个姐姐叔叔阿姨们，支持打起来，支持打起来，好不好？支持打起来。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阿强的支持，谢谢对大家，谢谢大家对阿强的认可，感谢，非常感谢大家，真的太棒了，真的全凭的是支持阿强，对，你们答应过阿强的，不要讲的，不要讲的，啊，不要讲的，不要讲的，对，支持，支持，支持。支持你在说什么你别管哎呀你别管就对了嘛对不对对不对直播间叔叔阿姨吗你误会我去相亲、啊、我没误会、啊、哦我没误会没误会我没有相亲啊我知道我知道你别说了大家把支持扣起来把大家把支持扣起来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把支持扣起来支持扣起来对满屏的都是支持谢谢在此阿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对的对的对的啊群播大号在其他平台上面还是在这个视频号上面哦哥姐姐们啊群播大号是录播啊啊群播大号是录播那个是别人改的名字啊在哪个平台上面嘛在平台上面阿强哥把手机拿出来给他们看一下嘛不然他们这他们都不知道他哎不用管了不用管了不用管了啊群播大号是录屏啊那个是录播啊那个是录播，阿群播大概是录播，啊，支持扣起来。